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阿里山的吴汉龙。其实我们很开心哎，看你一路这样圆梦的过程，对对不对？哈，终于到了，爸爸妈妈都来到现场了，介绍一下好吗？哇，这是我的爸爸啊，爸爸，对，汉龙爸爸，爸爸，欢迎，我很开心看到他们，真的，真的哈，我很感动。啊、我刚才在后面看到，我就啊，真的啊，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就很开心啊。原住民的爸爸妈妈怎么念？爸爸叫做阿莫。阿嬷，那妈妈叫 Inno， Inno， 对，阿嬷 Inno， 阿嬷 Inno， 对对对、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也为你穿礼服喽。有，哇，太美了，等一下一定要拍个照。拍个照，OK， 有小鲜肉亏呢，太美了。OK， 好，不过我们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，是自己的魔王，自己抽，用抽的 ，OK。所以这次表示你请出来的实力都弄差不多，规期拢可以自己挑、自己决定的，对。可以自己挑、自己决定。而且今天汉龙要唱的是评审老师的指定曲哦。没错，对对对，这一首歌是自己选。你第一首要唱什么？我第一首我要唱那个雅文老师的自选曲，就是《金瓜拍下》。对，金瓜拍下。这一首我是拿来感谢的，感谢，对，就是感谢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帮助我、还有关心我、照顾的那些人。嗯，对，我真的很谢谢他们，希望可以。用这首歌就是表达我对他们感谢，嗯，对，然后谢谢就是国小老师还有我的姑姑，对，姑姑就是他照顾我的、姑姑啊，就是你国中毕业之后，哎，国中的时候去住姑姑家，对对，就是姑姑，姑姑，然后都会照顾我，然后国小老师还有我们的主任、国小主任，主任你来了，主任在哪？主任你来了，他旁边那一位是他的老婆，就是也是我。国小一年级的老师，我最怕他了。真的？那你还在正中间还 OK 吗？这样唱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对对对。而且真的不简单嘞，汉龙的这个人缘很好，因为飞哥也来到现场。真的，欢迎飞哥，我们国中教练，国中教练啊，篮球的教练。对对对，我也要感谢就是红人榜所有的工作人员。是，对我最要感谢就是尤其是那个田正道老师，田正道老师，对，因为他。就很像我爸爸一样，就上次我感冒啊很严重，那时候隔两天就要那个入车轮战了，17关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没办法，我去那找他练歌，哇，真的没有声音了，他很就是很紧张，就马上带着我就去他朋友那边，就是找那个什么感冒药啊什么的，保健食品啊，对，我那很感动，那时候走很远，然后跟我讲很多事，就好像是啊带着我这样。很感动，对，我觉得很谢谢他。这为什么第一首歌就感觉是 ending 呢？对呀、奇怪哎，就开始感谢你的爱。不行不行，汉龙你还是要上紧发条，好不好？温汉龙带来的歌曲是《金瓜拍下》。涩的过去，嘛无经历的甘甜，是你予阮心中暗淡的迄味，找着知音的文字，为着要感谢你对阮的支持。
是为你阮的准备，澎湃的歌在咱心内，免讲你我拢会知，无啥呢的情歌啊，免公开，人生两人阮的等待。谢谢，谢谢温汉龙。台语歌被这些男生唱到这样子，鸡皮疙瘩掉满地，而且真的哦，他有的时候小声，有的时候大声。他有在听巫师的话呢。嗯，而且你在嗯啊当中，我有听到你说谢谢昌宪哥啊，什么？在感谢啊，他在感谢，哪有这句？没有啊。不过他第一首歌是当初。等于我们上一次比赛完之后呢，雅文老师给他的指定曲。没错。那么我们首先就请雅文老师来为这一局做讲评。汉龙，你今天运气很好呢，有这么好的老师让你学习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安娜，你第一首歌被安排这首？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就真的是我心里话，我就是很想感谢大家这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感恩的心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所以因为感恩，所以你才想说这首我要排第一。而不是因为它比较难唱，不是，我是希望可以感谢大家。对，情歌拍下这首歌是我出道这么多年，特别三十年的期间，这首歌我永远唱不好。但是今天你既然能够唱出了我难以想象的味道，谢谢老师。非常难以想象，在空格当中，我是怎么要给你这个功课？你不是都会一个口头禅说，我就心里就这样想，我不会表达呢。你就很不会表达，你的表达既然无法度用啊、嗯、有，无讲的时阵，无讲的言辞，我们既然能够很深刻的感受你要讲的话，昌宪都感受得出来，你要讲昌宪，谢谢你。虽然这个不太准，对呀、啊，但是呢，巫师没有说，所以这个不算。我们只能讲说你今天对了是一件事情，你开心的唱，而且这首歌我给你很好的分数，是因为你唱了我听过最感动的一次。我谢老师。